你破坏姻缘无限，天帝将会把你贬下凡间亲自修复，贪生大圣。你到底谁呀？我不记得了。以后你就在我家打工赔钱，搬东西、劈柴、生火、打水打杂，只要能用到你的地方，你都得来。伤心呢，哥。 未解姻缘乱象，特派红鸾台御史彻查。一别十年，他一定很想我。爹爹，圣上派了红鸾台御史来岳阳城。来就来呗，横竖呢都是完蛋。从今日起，我就坐镇第一美，以后低眉的事儿交给我好了。以后，你就是我亲兄弟。 你太过分了！一颗珍珠换一颗糖。你这账算的不合适吧？那以后我为你抚琴，你在旁边喝茶，你愿意？陶醉，陶醉了。我来接你回家。不用马车，我来送你。现在没了。小雅，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。萤火虫和花瓣。 哪个更浪漫？楚公子和许大人都对小姐有意思。既然如此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啊！